好，又到了我和你们一起猜蛋的时间了。看看今天这里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新款的超级飞侠玩具蛋。看看这里有啊，超级飞侠、乐迪，还有呢小爱、兔飞，还有多多。那今天就和我一起来猜蛋吧。首先呢，咱们来猜一个超级飞侠乐迪的，是一个黄色的玩具蛋。哇，看看可爱的超级飞侠，咚咚咚！哇，看看里面是什么呀？这个拼装的玩具，这是合格证。再来看看这里是什么呢？是好吃的巧克力豆。都好吃。咱们来看看玩具吧。看看这是什么玩具呢？来给它拼一下，这个没有图纸啊，看着像一架飞机，是不是超级飞侠乐迪呢？或者是可爱的小爱呢？这个应该是这儿的。然后呢？这是飞机的翅膀。再来看看，这个是手臂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手臂。哇，这是可以变形的。这个是飞机的，这个怎么进不去呀？这个应该是它的前脸啊，这个怎么进去呢？为什么进不去呢？真是有点奇怪啊。看看，这就是一个会变形的超级飞侠。这个应该是谁呢？谁都可以，只要把这个粘贴贴上。这个应该是放眼睛的地方，咱们还是需要把它给安上。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从里面安下。好了，我们要从里面把它打开，从里面给它安进去，这样呢它就成型咯。看看我们再给它贴上什么呢？这个是翅膀。手臂上咱们给它贴上这个标志怎么样啊？
需要给它打扮一下啊，让它变得更漂亮一些。看看这个放在哪里呢？放在这里比较漂亮。然后呢，哎，这还有一个标志，这个标志贴在哪里好看呢？贴在这里。还有小的，小的贴在这里。好了，这架小爱的飞机就已经给它安好喽。看看小爱要变形喽，哦，手伸出来。是一架黑色的飞机，好，啊，这个拼装的玩具很慢啊。再来看一个小爱的，是不是这个呢？也是拼装的呢？看看这里有一个白色的糖果呢，都是一样的，咱们就不打开了。这个好像也是一架飞机哟。看看这个是谁呢？比较好拼一点啊。这个呢，我们还要从里面开始给它安，要不又安不上了。我很紧啊，咱们先把这个前帘给它安上。脚也安上了，最后我们把他的手安上。好，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不是酷飞呀？或者是多多？是多多还是酷飞呢？他的粘贴呢？咱们需要给他粘上。可以是酷飞，也可以是多多，那咱们就贴多多吧。把粘贴贴好。好了，我们把漂亮的多多贴好喽。看看，哦，也是可以变形的。变成人形，哟，哇，太使劲了，不能使劲掰他的手臂。好，这就是可爱的多多。哇，今天呢，我们拆了两个蛋，得到了两个超级飞侠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